的，还可以吗？可以可以，他说可以，谢谢谢谢林峰。我还很担心他会累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对啊，我也怕他比我还精神呢。我们再呼吁多一次，他从几点开始签到现在好不好？八点多签到现在，一个钟头半啊，没有停到，你知道吗？他都是坐在那里一直这么一样的，底花都很美，都一样，而且笑容。以及他的眼睛都还在放电呢，跟眉毛，哎呦，你连最喜欢的眉毛，刚刚呢，他问我说是歌迷的吗？然后我就担心他累有没有，所以我说不出话了。对啊，结果他比我还要 energetic 嘞。对啊，喝咖啡的好处，喝阿里咖啡，因为里面有ginseng。对，然后就立刻又坐回去签了，充满活力。我很惭愧，但是真的真的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刚才林峰以为已经没有了，他站起来了，他看到歌迷，他还继续签。是，我们只剩最后一批了，我相信只有剩几位而已。OK， 就没有了是吗？哪一位红色衣服那位小姐是吗 ？The red one， onto the red one。OK， 好了，剩一位、两位、三位、四位，少过十位了，少过十位，真的要谢谢林峰，谢谢谢谢。其实我想访问这最后一位排队的朋友啊，对 ，Lady in Red，Hello， 你好。他看后面了。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很幸运？你是最后一位。你们非常。Very long。刚刚我们说哦，大家已经签完了，你有没有担心自己拿不到签名？嗯，会吗？你为自己拿的吗？会吗？怎么称呼你啊？你是？他也害羞，他也害羞，他学林峰一样也害羞的笑。对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Very lucky， 最后一位朋友还穿红色的嘞，穿红色有用。对啊，好，今天我们的这个签名会呢，真的是非常的顺利哈。还没有到完满结束，因为等一下我们还要问一问林峰他的感想啊，他的手那么累，不知道今天需不需要 massage 嘞？一个钟头多，你们回家试看看，我跟你讲，一个钟头半哦，你们就知道手会多么酸。哇，真的相当不容易哈。好，我相信只剩几个罢了。OK。哎，李莲有一张哇，李莲有嘞，啊啊，谢谢，我也有嘞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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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真的非常谢谢林峰了。来，我帮你放药吗？来，林峰，你现在的感觉如何？感觉满足。满足啊！你工作了一整晚，你满足啊？对啊，很满足啊，因为都满足到大家。对。那大家这么疼你啊？啊，非常疼你啊！大家这么的疼你，这么喜欢你，有什么话要跟大家说？今天很高兴过来新加坡，而且看到今天大家秩序都非常好，都很乖，所以啊，我相信我以后或者明年或者这半年一有机会我就会过来这边，好不好？非常非常谢谢林峰，谢谢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的歌迷朋友们呢，有花要送给你哦，有花要送给你，来，手上台，还有一张小卡片，是不是？几时离开新加坡？今天晚上。所以我们讲说这个时间不可以超过一定的这个时间哈。所以现在我们马上就要跟林峰说 take care， 我们三二一起讲，林峰我爱你，好不好？好，准备好了。谢谢林峰 ，Thank you， 谢谢林峰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阿里咖啡的最新代言人林峰，谢谢。谢林峰，来我们的欢呼声，一些掌声送林峰，来掌声一下好不好？谢谢林峰，谢谢。哇哦 ，Thank you very much， 谢谢。好，大家不要推挤，大家不要推挤好不好？大家要小心哈。